你的临时男友。Surprise！ 又来了。什么叫又啊？咱俩都多久没见了？想想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的马小。都7天了，今天必须解决了他。我可说好了，我今天不吃不喝不聊，请回。我不走。那你待着吧。烦死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嘿嘿，你今天来的挺早啊。早点结束，我也烦了。你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呀？别想了，假装是我男朋友，气走他。拜托了，你不拒绝就是答应了。怎么说？宣誓主权。你们啊，介绍一下，我男朋友天琪，我网店前主播马小。男朋友？对啊，所以不觉得自己很多余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直播那个男的。你知道你给星星带来了多大的困扰吗？现在大家都骂他是女海王啊。星星从来没有打过鱼，为什么会是女海王？不是吧，不会真的有人不知道什么是海王吧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走吧。我不走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我有义务帮心爱的女人解决问题，不让她受委屈。星星，你先吃，吃完我帮你直播澄清。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很久了。啊？那你们谁追着谁啊？我。他。我们俩一见钟情，互相吸引，没有谁追的谁。问完了吗？没有。喂，怎么了，小军？赶紧回来。我这还有事儿呢。合同里写着随叫随到啊。嗯，我去上个厕所，马上回来。天琪交给你了。感动我的女人，一会儿她来了，给她试试这个。有啥事儿快说，我赶紧走。哎，星星，星星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小君，王小造，你俩变态啊？嗯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峨眉子。啊，最近呢要写一个关于研究人类的论文，就觉得你呀特别合适，所以请你帮个忙嘛。这王小造不是说我是怪咖吗？研究我干嘛？说你怪咖是夸你长得好看，嗯，聪明，嗯，脑回路还清晰，简直就是人类的典范。嗯，天气还管不定马小，嗯，要不留下来享受享受。行吧，研究吧。嗯，上茶，楼间。醒醒，到点了。哦，天都黑了，真舒服。我先走了，慢走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样？你们俩有收获吗？小娟，我任意门坏了，你帮我修一下。任意门坏了，就是制造他的人出事了。不好，天琪出事了。啊，我去救他。我跟你一起。你在这等着，天琪要是回来了，马上告诉我。保护好自己啊。
真舒服，你手艺不赖嘛。那可不，管造之前我可是服务业的。服务业？嗯，服务什么的？宠物美容啊，哮天犬的耳道都是我清理的。啊！